不行，现在这种局面，哎呦，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扭转乾坤。喂，我们就这点法力，怎么扭转乾坤呢？哎，你说的对啊，当务之急就是恢复法力。嗯，土地公公，土地公公，二位上仙找小仙有何事啊？土地公公，我想请问一下。 到底怎么样才能恢复我们失去的法力啊？这个嘛，哦，快点，怎么样啊？根据仙书记载，若仙家想寻回失去之法力，必须在二十四节气之夜，用雷电击体，方可恢复法力。那这方法有效吗？ 请问哪位仙家曾经试过？据小仙所知，没有任何仙家试过。你要我们让雷劈，行不行啊？这个问题问的倒是挺好的，不过二位要想知道是否有效，其实也挺简单的嘛。那是什么方法？过不了几天就是二十四节气了，你们试试便知道是否有效啊。 你怎么又来我家？我是被你的笛声吸引来的，谁让你出的那么动听，我才会出现的呀。怎么样，你应该感激有我这样一个忠实的听众才对呀。怎么了，继续啊？我吹奏完毕，你可以走了。哎，我好歹也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么好意思对你的救命恩人下逐客令呢？啊，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我现在准备去赴约，懒得理你。 娘亲，我现在赶着出诊，晚一点回来我再洗好吗？哎，出诊？这么晚了去出诊，分明去私会那个穷光蛋。娘，在看什么呢？看你姐姐去幽会啊。哎呀，娘，你就让姐姐嫁给那个韩大哥得了。成啊。 只要他拿得出1000两礼金，我什么时候都能让他来迎娶啊！要是他拿不出的话，就别指望了。娘，你还让不让我嫁人了？好了好了，你帮娘亲去跟踪一下，监视住你姐姐，免得她让那个穷光蛋占了便宜。又是我啊！哎，娘亲不是吩咐你暗中监视我吗？ 你干什么现身让我知道啊？其实他就是反对你和韩大哥在一起，才让我来跟踪你们的。可是对我来说呢，你跟谁在一起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找到有情郎，顺顺利利的出嫁，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寻觅属于我的归宿了。要是娘亲有你那么深明大义，那有多好啊！其实我也只是为了自己设想而已。哎，对了，姐姐，你既然跟韩大哥情投意合。 那合不来一个，奉子成婚，这样啊，娘亲见民已成婚，要走也走不了，那不就一了百了吗？怎么可以呢？我跟韩大哥可是真心的，只乎礼仪，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嘛，我又不是真的要你们。哎，好了，韩大哥就在前面，如果让他听见就不好了。哦，那我走了。
你跟韩大哥好好商量商量我的提议吧。天哪！韩大哥，你说有两个怪人游说你当神仙，你也觉得奇怪吧？这两个人根本就是神棍，而且还是妖言惑众的那种。我是说，如果真能当神仙的话，那我也想当神仙。你想啊，那样我就有法力，可以拯救苍生，普度众生了。你说有多好啊？哎，要是你当了神仙，还会不会理睬我这个凡人呢？韩大哥，其实不管当不当神仙，我只是想劝你一句，还是另外再找个对象吧。啊，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我根本就是个克夫女，我已经克死过两个男人了，我是个克夫灾星啊！若是你还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一定会连累你的，韩大哥。你知道我向来都不相信鬼神的，我又怎么会相信这些话呢？以后千万不要再这么说了。韩湘子，你还真的是一往情深呢。好，那就让我帮你一把。韩大哥，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没事吧？这船不要了，我们上岸再说。哇，不是吧，这么好的机会可以一亲相泽，他都不懂得把握，你还真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怎么了韩大哥？你先上去，上去再说。你怎么了韩大哥？我感到有人用东西砸我的头。啊，砸你的头？怎么会呢？这里只有我们一艘船，船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怎么会有人砸你呢？先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泛舟了。神出鬼没，纠缠着我。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是我家，你怎么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下次我来之前，先告诉你一声，总可以了吧？哎，韩湘子呀，韩湘子，我真是服了你了。女孩子心里在想些什么，你一点也猜不透。哼，我对你可没兴趣，你心里在想什么，我根本就不想知道。我说的可是何小云，那个昨夜跟你在河面上泛舟的美。你怎么知道了？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了，你管不着。那个何小云跟你啊，本来是青梅竹马一对，可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我看来，你们之间还是隔着一重又一重的藩篱，始终不能冲破，知道吗？哎，帮人帮到底，我既然救过你一命，也不差多帮你这一把了，好让你快快抱得美人归。哎，你少管闲事，我跟小云本来就是从小相识的情人知己，我们心灵相通，无所不谈，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隔阂，你不用操心了，快走吧。你不要我帮，我偏要帮，而且我还要帮到底。喂，哎，你想怎么样？说清楚再走啊！喂，喂，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哎呀，姑娘，你真有眼光啊！你看这根发簪上的宝珠啊，晶莹通透，真的很适合你啊。那要多少钱？一两银子。好。啊，不用了。我还是不要了，谢谢啊。不好意思，没关系，一两银子而已嘛，这我还是有的。不用了，我不是说你没有钱，
只是这簪子不是非戴不可，还是不要乱花钱了。谭大哥，这个女人是谁啊？为什么你会跟她在这里啊？你干嘛拉着我？你放手啊你！你昨天对我不是还很温柔的吗？怎么今天变得这么不近人情了？哎，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对你温柔了？总之你快点离开，要不然我拉你去见官。管我对你痴心一片，你现在却为了这个女人把我送官就办，我真的是太伤心了。哼！哎，小云，你千万不要误会啊，她是存心来报复我的。报复？是啊，早一阵子呢，他以招聘乐师为名，其实却以侮辱乐师为乐。我实在看不过眼，故而就从中破坏。所以他怀恨在心，如今他又看到我跟你相好，就跑来报复了。所以小云，你可不要误会我。韩大哥，我已经认识你那么多年了，怎么会误会呢？好了，时候不早了，我要回永康堂了。你就是妖女，你为什么要刻意破坏我跟小云的感情啊？哎，枉我一番心血的去帮你，你却来责怪我。韩湘子，你是真笨还是假笨呢？哼，帮我？你要是帮我，就不会在大街上故意跟我拉拉扯扯了。我告诉你，只要你以后不再出现，你就算帮了我一个大忙了。我早就说过，你不懂女孩子的想法，果然一点也没错。要知道，一般的女孩子，只要受到外来的刺激，都会对身边的人更加紧张的。我就是想让何小云多紧张你一些，知道吗？总之，我和小云之间的事不需要你这个外人来插手。外人？不要忘记，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是救命恩人也好，是杀父仇人也好，总之我跟你无瓜无葛。我求你不要再来烦我了。要是我继续缠下去呢？那就不要怪我无礼了。哎呦！马公子啊，真是大手笔耶！前来提亲，一定要有诚意嘛。哎呦，这对玉镯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希望小云姑娘能够答应这桩亲事，做我的三夫人啊。马公子，小女子天生是一副克夫相，难道你不害怕吗？怕？怕什么？我可以跟你说呀，我先前两个夫人呢，实话对你说，就是被我克死的。哎呀，咱们呀是相生相克，天生的一对儿啊！对呀，对呀，对呀，一个克夫，一个呢克妻，两个凑在一起，你们才能白头到老啊！不好意思，我有点不舒服，想回去休息，失陪了。哎，小云姑娘，小云姑娘，哎，是不是小云姑娘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啊？不会不会，马公子一表人才，家财万贯，小云怎么会不愿意呢？马公子的心思小云是明白的，但是说到底呀，成亲是人生大事，绝对不能草率决定啊。哦，明白明白，我先行告退，就当这小云姑娘的好消息了啊。好好好，马公子不送了。不送不送。小玲啊，你看这一对玉镯真是晶莹通透啊。那又如何啊，姐姐啊是不会嫁给这马公子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容他不从。他要是这么听话，等到现在都嫁不出去啊。哼，就是那个穷光蛋，要不是他死缠不放的话，小莹啊早就嫁入豪门了，我们啊已经是另外一番风景了。夫人，小林，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你们在说我吗？对呀、啊，就在说你没本事，拿不出礼金来迎娶小云。韩大哥，刚才马公子来向姐姐提亲了。啊，那你姐姐答应了没有？答不答应，就看我这个娘亲的决定了。你要是有本事啊，一样拿出1000两礼金来迎娶啊。相比马公子的聘礼，那真是九牛一毛啊。机会我已经给你了。
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了。不然，别怪我把小云许配给别人呢。韩大哥，你的伤口复原得不错，相信很快就可以完全康复了。韩大哥，是不是还有哪里不舒服？没有。那好啊，那你就早点休息。要是金疮药用完了，你就来找我好了。小云呢？我们一起私奔吧。韩大哥，你先放手再说。韩大哥，其实娘亲对你说的话，我已经知道了。是小林告诉你的。我连买一只簪的钱都没有，更不用说一千两了，我根本就筹不到。娘亲的话你别放在心上，一千两礼金根本就是有心刁难。不然还能怎么样？真的要我眼巴巴看着你上花轿嫁做马家娘吗？小云，不如这样吧，我们找一个没有人骚扰我们的地方，一起开开心心的生活好吗？韩大哥，想跟你一起生活，可是永康堂是我爹遗留下来的祖业，我实在不能为了一己之力一走了之，我不能弃永康堂不顾，对吗？记得看清楚，为什么你今天会突然约我出来，但是来了之后你又结结巴巴的，老半天说不上一句话，你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意思说出口呢？啊？好了，看够了，你玩够了。我说了，我是想来当乐师的。你终于开口说这句话了，现在说出来心里是不是舒服了很多呢？不过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能够预支五百两做个酬金。好啊，没问题，但是我也有个要求，你先吹奏一曲，如果不合我心意的话，乐师这个位置也不用你来当，就更不用说那五百两了。好啊。停！你敷衍我吗？你的笛声难听极了，随便在大街上找一个也吹得比你好。你懂得音律吗？你懂得吹曲吗？你不懂音律竟然来批评我，你根本就是存心刁难，对着你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我呸呸呸呸呸呸！你刚才吹奏的乐曲本应曲调欢快急促有致，但我所听到的却是沉郁低调节奏紊乱，一首乐曲可以反映出一个演奏者的心情，看来阁下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不是非常不好。是好是坏看来都逃不过燕彩姑娘你的这双耳朵。要是你愿意留下来当乐师的话，相信你的心情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你这是答应我了？不要问这么笨的问题，可以吗？何夫人，我这里有五百两银子，是我迎娶小云的礼金，您暂且收下，等我筹齐之后，我就会给您再送过来的。好，这些银两我就收了。要是一个月之内，你拿不出剩下的五百两的话，那就别怪我答应马公子那边的亲事了。我知道。你的那些银两是从哪里来的？
那些银两是我答应燕彩姑娘当她乐师的酬金。你不是说过那位燕彩姑娘侮辱乐师吗？怎么你又愿意去当乐师呢？很多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明白的，要在一个月之内筹到1000两银子，我想也只有燕彩姑娘才能帮到我。韩大哥，你是从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如今你却为了我牺牲自己的尊严，你认为值得吗？值得，为了你就算是赴汤蹈火我都在所不辞。其实就算你不来提亲，我也不会嫁给那个马公子的。不如你将那500两还给燕彩姑娘，不要去了好不好？还是算了吧，那500两银子已经给你娘亲做了礼金了，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何况我是去当乐师，又不是做作奸犯科的事。只要能够娶你为妻，就算是再苦我也不介意。韩大哥，燕彩姑娘，燕彩姑娘，我来了。就是我要找的人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找到当日将短箫吹响的那个人。那个人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娘亲临终前告诉过我，能够把这根短箫吹响的人就是我将来的夫婿，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
是不是这乐曲我吹的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我只是在想，如果你做了我的夫君，我便可以天天听到如此美妙的箫声，那该多好啊！你真不说笑。哎，嫁给我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只会挨苦一世。我就是喜欢你穷，喜欢你抑郁不得志，就让我嫁给你，做你的妻子吧。啊、我、哎啊，燕彩姑娘，请你自重一下。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有意中人了，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结婚的。燕彩姑娘对我的厚爱，恕韩某无福消受。但以我女人的直觉告诉我，你喜欢的那位何小云根本不会对你投入真感情，也就是说，他不是很爱你。就算你们成了亲，你们也不会得到幸福的。你胡说！小云她温婉贤淑，绝不贪慕虚荣。她为了我，就连有钱人都不嫁。她对我情深意重，我是非她不娶的。你死心吧。哎，我倒是要看看你那个何小云如何对你情深意重。我给你开副药，煎药服下就好。好，谢谢你何大夫。燕彩姑娘，何姑娘果然好眼力，一眼就认得我。相信韩公子一定会经常在你面前提起我了。燕彩姑娘哪里不舒服？让我给你把把脉吧。燕彩姑娘，最近有没有觉得胸口发闷，心意晕眩呢？每当我一想念韩湘子、韩大哥的时候，我的心肝就有如群鹿所撞。只要他看我一眼，我就会气息急促，心猿意马，冷汗直流。不知道这些微状跟你所说的心意晕眩有没有关系呢？看来燕彩姑娘跟韩大哥的感情匪浅。没错，我来就是要告诉你，我已经喜欢上韩湘子了。如果你识趣的话，就立刻隐退，要不然我就跟你争到底。我跟韩大哥的感情也匪浅，我们的感情很深厚，不过一时间让我放弃我们的感情的话，我是千万个不愿意。如果他真的另有所爱，我也不会勉强维系，反而我会默默地祝福你们。哼，你少在这儿假惺惺了，世间上哪有如此大方的女人。姻缘天注定，如果我跟韩大哥是有缘无分的话，就算没有燕彩姑娘的出现，我想我们也一定会分开的。与其勉强，还不如大方的面对。现在我想最主要的还是燕彩姑娘的身体，如果你觉得哪里不舒服，你一定要再来找我。一定会。大方的女人竟然甘心将情人拱手让与他人。不，她一定是口是心非。可是韩湘子却对她一往情深，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只要想个法子让何小云另嫁他人，那韩湘子不就死心了吗？对呀，只要何小云嫁了人，韩湘子一定会把所有的感情都转投到我身上。可是要让何小云嫁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现在不是有个马公子在向她提亲吗？说林里那边有异症出现，所以我炖好了一些汤药给他们喝。
这些汤药啊，有强身健体，也有预防疫症的功效。嗯，正所谓防范于未然嘛。哎，我觉得夏桑菊好像量少了一点。哦，我洗好了，放在厨房呢。那我去拿。我跟你一块去，我帮帮你。嗯，赐药，现在又为我们大家免费提供药茶，这是我们福安县的活菩萨呀。是啊是啊，幸好有永康堂，有何大夫，不然我们这些穷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只是尽好吴大夫的本分，济世为怀而已。谢谢何大夫。谢谢何大夫。不用谢，你们慢慢喝啊。姐，我去给知府大人送点补药，你要买点什么吗？嗯，没有什么。不过如果你去衙门的话，顺便带点汤药去给那些差大人喝，我想以防万一嘛。哦，知道了。我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为什么事情已经按照我的预期去发展，我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呢？为了得到你自己梦寐以求的男人，付出点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是万一出了什么事连累了何小云，我会于心不忍的。你又不是真的要害人，只是想让何小云惹上官非罢了。那些出事的病人肯定会让永康堂做出赔偿，到时候啊，以那个丫头的个性，肯定会下嫁给那个有钱的马公子，这样你的计划不就得逞了吗？说的也是。现在你感觉舒服多了吧？何大夫，何大夫在吗？何大夫，啊，快快扶过来。这很奇怪，他是什么时候病的？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一大早，大牛如常去砍柴，可是到了时辰还没回来，我们就去找他，发现他倒在树林里，整个人呢就像没了骨头似的。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这太奇怪。妖怪，一定是妖怪出来作祟害人了，要不然大牛不会这样的。大家说对不对呀？对对对，是，就是错不了的。有妖怪啊！他自己都这么说了。糟糕了，
是不是妖怪出来作祟啊？要不要找人来捉妖啊？对呀，要不要找人捉妖啊？找人来捉妖啊？真有妖怪作祟还好，最怕是有什么瘟疫，你们靠得这么近，很容易会受到感染的。到时候啊，不但是祸从口出，还会病从口入呢。你这人说话怎么没有口德呀？小心有报应，妖怪会找上你的。有妖怪那才好呢，让我看看清楚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哎，韩湘子，话不能这么说，世上有好多事情是不能解释的。我并没有说不是这种情况，但是病就是病嘛，跟妖怪有什么关系？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妖怪，是大牛他自己亲口说的。是啊，如果真有妖怪的话，那你们还来找何大夫试问有什么用？这小云他得的什么病啊？刚才我检查过，他的症状很奇怪，不知为什么本来挺直坚硬的腰骨突然变得软软的，现在没有了腰骨的支持，所以他根本就不能动弹。至于他是受到了什么严重的创伤，还是患了什么怪病，一时间我也说不出所以来。让让李大人怎么了？贺大夫，你给我们喝的是什么药啊？啊，我们这些人喝完之后全都上吐下泻的。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你们先进来休息一下，我拿一点药给你们喝。哎，往这边坐。韩大哥，麻烦你再多煎十碗。啊。是好一点了，可是何大夫啊，你的过错实在是难辞其咎啊。永康堂并不收林大人的补药费用。其他人呢？啊啊，这样吧，你就给每个中毒的百姓五两银子。至于本官嘛，这回去还要不断的进步调理身子，你就给1000两银子吧，否则本官就要封殿拿人了。哇，你这太过分了吧。韩湘子，你给我住嘴，否则本官就要判你帮凶之罪。哼，听好了，10天之内本官看不到1000两银子，我就过来抄家了啊，你要好自为之。不是查根究底的时候，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个林大人素来就是贪财，好了，你现在啊，创造机会让他来敲诈我们永康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的，我去找林大人评理，让他还我们一个公道。哎，你给我站住！你以为你是谁呀？官子底下两个口，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亏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你现在去找林大人，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啊，惹毛了他，越弄越糟。你如果真有本事啊，你就去找银两回来，别站着茅坑不拉屎碍眼。娘亲，你怎么这么讲呢？小云啊，不是我说你，事到如今你只能嫁给马公子了，事情才能圆满解决。啊，不可以啊，何夫人。那这样吧，你再给我几天，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韩大哥，你去哪里啊？你管他干嘛？我看他呀是帮不了什么忙的。娘亲啊，闷死人了。既然你不说话，我就回去了。哎，不要。